术系的，所以我想说能信任他，而且他也跟我保证说他能画得很好。除了爱拍照，小模林轩还非常喜欢用影片记录生活点滴，搭配情人节活动还找来男友帮自己化妆，可爱大方的个性让他获得许多服饰精品品牌的青睐。五月天阿信的自创潮牌 Stay Real 也曾找上他当平面 model， 穿上酷劲的潮服丝毫没有违和感，就连主打平价 Uniqlo 还有日式精品包 Porter 他都是代言人之一。时尚个性风格加上新潮混搭，跟上时下潮流，凸显服饰特色，让林轩成为摄影公司的新宠儿。但这回却也因为服饰穿搭照没有经过投影就乱入洗衣店，引发网友批评。实际找到出事的独立摄影团队，员工表示公司负责人已经对此下封口令，仅在网络发表一份道歉声明，强调团队在进行拍摄时并没有与店家联络便自行擅入拍摄，做出影响店家权益的姿势造成店家困扰，深感抱歉。 Hello 大家我是阿阳。摄影独立工作室搭配拥有十几万的粉丝，专门捕捉街头素人的穿搭照，还会找来小模拍摄潮流教学，这回乱入自助洗衣店疑似就是为了要呈现不一样的情境，可能效果达到了，但观感却很差，赔上公司形象。记者夏君成、宋湘玲台北报道。